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发菩提心因缘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为教化调伏这众生故发菩提心，为除灭一些众生苦聚故发菩提心，为以一切众生具足安乐故发菩提心，为断一切众生欲此故发菩提心，为与一切众生佛子故发菩提心，为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故发菩提心，为随如来教令佛欢喜故发菩提心，为见一切佛色身相好故发菩提心，为入一切佛广大智慧故发菩提心，为显现诸佛的力无所畏故发菩提心，是为十。这段经文呢，而重复以前的，重复以前十诸位的菩萨，净讲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啊，得初住的菩萨再发菩提心，跟以前十信位的菩萨发菩提心，发心虽同，含义不同。对，现在我们现在大家发心，发菩提心，有些个对什么是菩提心还不明白，你连一个我对菩提心不明白，那又怎么样去发心呢？必须得明白什么叫发菩提心，你先知道菩提是什么。菩提呢是觉悟，觉悟的心。你说现在我们的心呢还没有觉悟，还没有觉悟，要发个觉悟的心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发心，信位还没入，没入，初信都没有。我们的发这个心呢，不能成为菩提心。我们要想把它成为菩提心，你现在等到菩提心的过程啊，发心的过程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不觉当中，菩提心是觉悟啊，现在我们不觉，不觉而发的这个菩提心呢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，但是我们信佛了，修佛法，受了三皈，开始学佛，受了三皈的算是入佛门，入佛门啊。说我们从不觉开始觉悟了，你开始觉，开始觉就十觉，从不觉当中到十觉，若经过修，这个时间很长，要修一万大劫。那一个小劫的时间啊，一个小劫的时间，人的寿命从十岁
过一百年争一岁，争到八万四千岁，再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命十岁，这一争一减呢算一劫。这么一千个小劫，一千个小劫算终结，一千个终结算大结。说我们要修成一个信心，入了位了，这一万结圆大结。将来验证没有信心或者没信心呢，是有标准的来衡量它。怎么来衡量它？说你心里头刚一动念，刚一动念，动什么念呢？是善呢、啊、是呢呀，是好啊是坏呀、啊、但一动念自己就能觉察得到，就是到什么如果是呢念当是子，如果是善念让它增长扩大，是吧？觉知前念起呢，只是后念不起者，能达到这样的了，入了信位，这叫初信。你看，在这个信的时候，生长一种护法心，护持三宝的佛法，不是一般的护持，超过一般的护持，是吧？宁舍生命，宁可舍掉我自己的现生分段的生命，要护持正法。这十个信心呢，在我们开始时候，我在讲大乘起信论乃至刚讲华严经跟大家讲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等到实信满了，回向心，第十心呢叫回向。回向的意思呢，能够回因向果。回向心将来这菩提心呢不退了，登了初座了。这个初住的住什么住呢？能住在菩提心，菩提心不动摇，这个时候发起的菩提心，初住发菩提心叫发心住。这个所发的菩提心呢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讲要发菩提心。这说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这三十个位子，这叫分啊，这叫是实觉、不觉，开始觉悟了。这开始觉悟了，发起菩提心，真正的发心，真正发心。这三十个阶段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完了登了初地，入了地，欢喜住。他不但是相似，而是分正，正得了，正得菩提心了。到了十一地的菩萨，咱们刚讲过的啊，就前头刚讲过的，普贤菩萨给十一地菩萨讲，十一地发的菩提心，这个因即是果，因盖果海，
具足佛的功德，完全跟佛一样的，要果彻因缘，还是要发菩提心。发心的发菩提心，经过这么几个层次，咱们现在也发菩提心。咱这个菩提心呢，只是菩提心的当中的一种。怎么是一种呢？菩提心的含义很广。咱现在发的菩提心，愿离心，这个菩提心愿离心，愿离世间，想要处理世间，愿离生死苦恼，愿离一切烦恼，这叫愿离世间。咱们只能这个愿离心呢，还没有主位，没到位。如果是从愿离心，三贤位的菩萨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这三十位的菩萨啊，不准自己认识世间，有愿离世间，有处理世间。咱们现在讲的大方广佛经离世间品，不能说自己离了世间，要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，愿离世间。但是这个心呢，叫大悲心。大悲心呢，看见一切众生的痛苦，不就处理，那发愿度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发出离心、菩提心，不是自己超出就好了，让所有一切众生都能超脱三界，这叫大悲心。愿离心跟大悲心都得要有般若的智慧，没有般若的智慧，大悲心也发不起来，愿离心也发不起来，发漏也要退堕。所以这第三个心叫般若心。在发菩提心的道路上，这叫三要道。发菩提心三种最主要的，现在咱们现在所讲的发菩提心的因和它的缘，这一共有十种因啊。因呢，像无量劫种的善根，这个善根就是我们的心呐、的，这是个因心，叫外边的三宝的助缘，还有三宝加持力助缘。另外一些助缘就是众生，众生是我们发菩提心的，除是我们发菩提心的缘，这是发菩提心的因缘。发菩提因缘呢有十种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离世间品啊，这个是普慧菩萨问，普贤菩萨答，这是普贤答的、云何发菩提心，那么就说啊，因为要教化调伏一些共众生，不是为了自己，华严的教义啊，全是为了众生，为他人。那么将他人呢、
这个不包括不圆满，我一切众生，不是瓜子的人类说的，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，特别是三恶道，不是大悲心让他们离苦，教化调伏，教化呢，众生不见得接受，所以那菩萨行菩萨道不是一年两年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无量时间，是不定教化。比如是上个小学，我上个中上大学，不是这样计算的，多少教化他不做呢了，广行善，这个善就大小善，那就深入了，乃至要成佛都是叫善了。调伏，调伏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，教化当中调伏，调伏什么？特别恶劣众生，那菩萨要现神通，强制他，强制他，调伏含着强制的意思。调伏众生很难，很难。那来教化调伏众生，让他做什么呢？让他发菩提心。因，因是菩萨想利益众生，要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就是救度众生，发菩提心救度众生是为了的成佛，不教化众生，不动众生不能成佛，那众生就给你做缘，促成你成佛。教化调伏众生对人类已经就很难了，要调化畜生类更难了。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在世候，波斯匿王他有个相思，相思呢就是专门调调御相的，调相的，调相。那么一次在波斯匿王出巡的时候，坐着这个相，这个相啊是个男的，相是个男性的，在他发情时候动了欲念，看见个母相，这疯狂样的脸，那母相把波斯匿王就给摔下来了。那波斯匿王就找这个调相师了，说他调相的没好。调相师跟波斯匿王说，说大王啊，若能够使这个相，我能让相吞火球，我不知是不能制止相，也就追求那个女相、母相，这母相。波斯匿王不相信，要当场锻炼给波斯匿王看，那个铁炉烧两个红火球，把那铁烧红了，这相师叫那个相来吞着红火球。那相啊就把俩前腿跪下给国王跪下，就让国王嘛赦免他的意思。那个相就流眼泪，流眼泪。那波斯匿王不相信呢，说你让相吞啊，他不会吞的了，他知道这个吞了就死了，痛苦啊。但是相师就
不答应就拿火球非要向屯门口。那相嘛，在这相司的这杨哥监督下嘛，他就把这个拿鼻子把火球吞了，吞了当然就死了。那个火球到的肠胃里头，肠胃不都烧烂了吗？哦，这时候波斯内王才大惊啊，问相司说他为什么能可以在你给的火球他就吞呢？他怕你怕到这样子，为什么他会把我摔下来呢？那相司就跟国王说了，说相跟人是一样的呀，大王啊，贪欲，说他的情感冲动，这就是不顾一切了，畜生也入室，人也入室。这只要说是发菩提心，调伏众生。众生不是说咱们一说他就信了，信了就能够落法修行出家，除了家了是不是心调伏了呢？还没有，这是现象。每位道友都可以，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吃恨心来的时候，什么都制止不了。是贪嗔痴三毒发作的时候，这个调伏啊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才能调伏他的心，善顺，能够顺教导，有这么大困难。所以说，有教化一切众生，都能够调伏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觉悟心了，都能明白了，很难。我们这里头出家的有十来年的，七八年的，恐怕我出家时间最长了，七十多年了。调伏心很难很难，自己调伏自己都很难，再去调伏别人，调伏人类很容易，调伏畜生道，地上不是地狱，在地狱道调伏地狱众生，大家就知道那个难度好大，不是亿万万年就能够成佛，要把调伏好的，这是教化调伏众生。那个第一个我说的多一点啊，为除灭一切众生苦聚发菩提心。大菩萨要想把一切众生痛苦都给他除灭掉，而发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要帮助众生啊，教化众生啊，让他别再受苦难了。但你别作恶才能不受苦难呢，不照神的业才能不受苦难呢，让他除灭一些苦聚，不但不做三恶道，乃至于人天都极致成佛。为了让一些众生成佛，发菩提心，就发觉悟的心啊，发成佛的心，发了菩提心就走在菩提道，得到菩提果，让一切众生都入世。我也一切众生去入难乐故发菩提心。离苦得乐是人人的愿望，想求平淡，生活美满，那就叫居住难乐呀。为了让众生都得到难乐，发菩提心，为断一切众生欲此故，发菩提心。众生没得智慧，看不破世间相，
不能观一切法空，不能观一切法无我，不能观一切法无常，所以说他才没有智慧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愚痴。这意思，那想把众生愚痴断了，断愚痴转成智慧，为了断众生的愚痴，发菩提心，为恭敬供养啊，为与一切众生的智佛智，让众生都具住佛的智慧，发菩提心，就是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愿一切众生脱离愚痴，就脱离烦恼，愿一切都成佛，发菩提心，为了供养去祝福，发菩提心。这个供养说深一点啊，是法供养，发菩提心供养是法供养，为随如来的教令欢喜，如来所有的言教，佛在世时候是身教言教，那佛涅槃之后呢，所有佛的圣教经典，那就是佛的教导，让佛所能够生的欢喜，欢喜啊，就是依教奉行，所有的佛的弟子都能够依教奉行，那佛就欢喜了。这样子，为令佛欢喜，让佛教能够弘扬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接受。那这个呢就说法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佛所说的法，为欲见一切佛的色身相好，是佛的化身，佛的化身现的佛身是声相，说我们这个相啊，就是学佛而现的声相，为了这个原因发菩提心，为入一切佛广大智慧，要想成佛嘛，去入佛的智慧嘛，发菩提心。总的说来，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？就是十种因缘。因呢，是你发菩提心的升起。你记住本句说的因呢，能生意。缘呢，那一切众生就是你发菩提心的助缘，各种的情况和各种的发菩提心。总的说起来，这显佛的神力，佛的无畏力，要达到佛的神力，达到佛的无畏力，因此而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你能发者是智慧，这又叫智心，自信啊。对现实的环境，当时所处的环境，所有居住的情况，这叫景啊，观现实的情景。跟外边的境界像，把它能合乎道理，合乎佛理，合乎生理，这样子来发心的，叫发心因缘，发心因缘，谁是缘呢？
一切众生，要度一切众生，众生就是缘。度众生什么呢？灭众生的苦，让众生啊都明白自己的真心，一真法界心。就是简单说，就是离苦得乐。有四圣道说嘛，别去招感了，你苦果怎么来的呀？你作业招感呢，那现实中都发菩提心，再不造业了，不造业苦果就没有了，那渐渐就正真心了。第二个，想得福德，想得到智慧，因为你自己阴心当中想具足福德，制度智慧，发菩提心为缘，福德智慧就是因。你达到什么呢？达到了你具足福德了，具足智慧了，这叫咱们说的礼佛的时候啊，两足尊，叫辅足慧足两足也。那这个福德智慧是因，你发菩提心反正成是个缘，缘能助成啊，帮助你成就福德智慧。这个问题啊，咱们在前头讲十座的时候，讲书作篇，讲发心座都讲过了，现在加上一个发心座里头行，怎么修行发心座，就是行。第一个发心，第二个就是什么，第二入的自地座，就修行的方法啊。但是呢，这四种都是从大悲心而产生的，发菩提心必须记住大悲心，发心的第二心大悲，厌离以大悲心度一些众生，让他离苦得乐。就是这个第十个的发心众。佛子要菩萨发无上菩提心，唯物一就唯物入一些智慧故，唯物入一些自字故，就是误入成佛了，一些字字就是佛。佛的智慧是两足都住字，一个根本字，方偏善巧字，都具足了，误入一些字字。勤勤供养善知识时，善知诸法，了法之意，就叫善知识，知一些法，识法的一切意，要知识，是吧？你如果想发菩提心，想成佛，必须得讲外缘。外缘呢，就是善知识的帮助你，善知诸法实无量意，来帮助你，就这些大菩萨啊。在这个应起十种心，这是菩提心的助缘啊。何等为十？那十心，所谓即是心、欢喜心、无为心、随顺心、无意求心、
一向心，同善根心，同愿心，如来心，同圆满行心，是为实。持诸位的菩萨至地住，至地住啊，第二个位菩萨，说你要想成佛，了知佛法，发菩提心，得有助缘呢。第一个得求善知识，善知识。这个问题在后头啊，入法界品还讲的更详细些。现在说的是大概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参五十三个善知识，到位了。参一个善知识，正一位善知识的法；参一位善知识，正一位善知识法。你看，一地一位的参，参善知识。说是佛法无人说，随会莫能了。要是善知识演说诸法，说你必须得亲近善知识，说他能够善知一切法，识达一切法的意，这叫善知识。但是你要想亲近善知识，你应该起四种心。何等为师？哪四种？给他当侍者。四心呢？四奉善知识，对善知识那生欢喜心，无违背心，随顺善知识心，无意求心。无意求心不是站着这个山上看着那山高。当你参这个善知识，全心全意参这个善知识，当你善知识参完了，再到第二个善知识也是入世，无意求心。这个问题在下文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，参了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也是从初信开始，初信是从文殊菩萨开始的。这五十三位，实信、实住、实回向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。参十一地的时候，就参普贤菩萨。一向心就是向一。穿这个时候善知识，心无二用，就相依，就是一心。为什么？我的善根，善知识的善根跟我的善根同善根，都要成佛，同也成佛善根，同愿。都是利益众生，同愿成就佛果，同愿如来心。如来心呢，就是般若的智慧观照，跟那寂静的三昧本体两个合了，就是如来心。如如不动，来呢从体起大用，大用就是利益众生，如是本体。先做了就行圆满了，圆满的行心是为实。这无意求的意思啊，无意求你还得把它做世间上来说呢，不求名闻利呀。对，
无有一无，没有一，不求世间名为利养，一心向道，这实心啊，要一直善知识发这种实心。佛子要菩萨摩诃萨起入世心。什么叫入世心？以下实心，入世入世。有这四种心，入世心是什么心？清净心，起清净心。不说起清净心，起入世心，就是佛心。如者如如不动，是者呢随缘，随缘就升起一些法。如日心就如来心，也就佛心。同时呢，在此地说如是指以下的十个心。如是啊，就是下头十心，有这四种心了，一切清净，清净无染垢。何等为师？哪十种心呢？以下就说了，说身心清净、色身清净、音声清净、辩才清净、智慧清净、受生清净、眷属清净、果报清净、大愿清净、住行清净，就十种心。解释了什么叫身心清净呢？道与佛位究竟了，得到本体了，就是我们这一真法界的啊，就是我们前头所讲的成了佛了，现在还没成啊，相似的三相位的菩萨，相似的十地菩萨是分证的。等到普贤达的时候，这前头是达的十住，完了要达十行，十行达完了达十回向，十回向达完了达十地，十地完了达十一地，这现在仅是达十住。文字变化大家感觉现在就很深了，但是你到十地啊、十一地啊，那个菩提心就深了，更深了，到了佛地证了菩提果了。果不离因，再回头来再看十住，因里头应该果海。给他讲到最深的时候，又回过来果彻因缘，这个果是从因来的。因果平等平等，应该果海的时候，因就是果。所以这个说身心清净，应该过海了，是指佛的心身清净。但是说这个诸位的菩萨，他现在也身心清净，相似，不是真实。所以说到了真实了，到了究竟了，再不是实坏了，到究竟无实坏。但是到了诸位菩萨，他的菩提心再不失落了，无实坏。咱们现在发的菩提心有一种困难，有一种扯着退心了，失坏了。失坏的意思
要上市了。当你发菩提心，想行菩萨道，有种挫折感，有挫折了，退心了，又退下来了，退又发，发完了又退，反复心就是进进退退，不能住。现在就是讲住位的菩萨，他住了，再永远不退了。色身清净，这是幻化身，没有咱。咱们这个肉身是业报身。诸位的菩萨能够实现成佛，化度众生，他那个色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清净啊，是现的，是现的化的。那话一提起，提清净，化身清净，色身也清净，身根，音身清净是语言，语言一切无障碍，清净的，咱们有障碍，咱有障碍。我就跟人家跟一位道友交谈的时候，他说他会很多种话，我说中国话你会吗？他一瞪我一眼睛，我说中国人不会中国话，我中国话很多呀，汉满满会藏就是五种话呀，你会几种啊？就是汉人的话你会吗？他也不理解我问话的意思，广东算不是汉人，福建算不是汉人，都是汉人呢，你会广东话吗？你会福东话吗？你的语言不清净，要到了十住位的菩萨，他不但色身清净，语言清净，语言清净有音声，能够表达一切语言，了达一切语言。那有人问呢，我说中国话你说的很好吗？我只能说一种方言，中国话种类很多，拉祜话你会吗？根本你不知道拉祜是什么，是个民族。藏族话你会吗？我藏族话我会啊。你会啊？俄罗塞达是藏族，内乌齐是藏族，刮个内乌齐的地区昌都过去，这个地区叫内乌齐，整个这个地区29种民族，29种民族里头就29种话，你会几种啊？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玉树，玉树它包括3个县，玉树、囊谦、承德，这三县25种民族，25种语言，一种你也不会呀。大的说汉满蒙回藏5种语言，这个音声清净是一切语言全清净，大家看这个历史，知道吗？孔夫子有个弟子叫公冶长，他会听到淼说话，淼也知道他跟淼长说话，那淼就跟他说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。”南山死个大绵羊，你吃皮里肉啊，
我就吃右里肠。什么意思？叫公爷肠啊，你把那个羊扒开，你吃那个皮子的羊的肉，我就吃你吃肉里的肠子。就那个飞禽就知道用公爷肠啊帮助他。这种语言你能知道吗？哎，说人生清净没浑浊，说没有不知道的，了大一切诸语言。那你连他话都不懂，那你想度他呀？没法度他。所以到了菩提心里，诸位的菩萨那一百个世界事先成佛，一切语言都通，一切众生的语言都能通，了家住语言辩才清净，能说善无边的住法。这个辩才清净啊很难呢、啊、学辩才在这个问题上，西藏的就是喇嘛啊，汤可欧说的辩才，专门学辩才无奈。他那佛学院是辩论的，寺院就是佛学院，没有另外佛学院。凡是你出家，年龄大的不要，超过10岁以上出家，喇嘛是不收的，喇嘛都是从小来出家的。为什么你学不成了？从5岁开始起，一般，他专门讲辩论。我再举一个例吧，说释迦牟尼佛。是不是佛？这没谁否认，绝对释迦牟尼佛是佛。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，迦卫罗国降生，他是不是人呢？现在没人否认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人。佛说十法界，不可能一个去占两个法界，又是人又是佛，让你答。他提出这个问题了，你答。你光答上了不行，你说啊，在般若经上说，啊，或者是释地因缘说，怎么说怎么说，说释迦牟尼佛是佛。不是人，是不是十法界去了？说是因缘经，说释迦牟尼佛视线入胎出胎，释迦牟尼佛是人，不是佛，叫虚谈。他举经啊，30岁之后成佛了，那是佛了，把人变成佛是化身。30岁之前释迦牟尼佛是人，虚谈，不是佛。我仅举这个例子，如果是有我们道友，我们也没讲因名，无名菩萨第一个是因什么要因名，缘什么缘名，这个因名知道它的因。五明菩萨什么都会做啊！我在美国有人问我，美国人啊，他问我，他说你们和尚会造飞机吗？我说你们会造飞机都是和尚教的，不是我。不是我，对，
那叫无明菩萨，什么都明，就是工巧明，方便善巧。但是这些都是十地以上菩萨、大菩萨才学五明啊，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我们刚出家就去行菩萨道，那是在家人呢、啊、菩萨化现的、菩萨现比丘像的地藏王菩萨，菩萨现比丘身，菩萨现菩萨都是珠宝璎珞啊。大家看普看张文殊师利菩萨，看普贤菩萨，凡是菩萨，他都有很多珠宝啊。大家念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啊，无忌菩萨要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不要另外去拿东西。我身上挂的璎珞珠宝供给观世音菩萨了，观世音菩萨不收，佛教的收他就收了，收完了把它分成两份，一份供释迦牟尼佛，一份供多药佛塔。菩萨在闻法时候就在身上摘下来的珠宝，每位菩萨都有，而珠宝都是人间没有的珠宝。他哪里来的啊？龙王啊，鬼神啊，供养菩萨的。你看每个菩萨都是挂的璎珞，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知道了啊。我这刮讲音声啊一种，大菩萨必须得了达一些语言，而且是辩才无奈。那辩才不是乱辩的，辩完了能闻者得到好处，所以叫辩才清净，能够善说无边的法要。因为什么能够有辩才无奈呀？是智慧产生的，智慧清净，没有黑暗面了，全是光明的，舍离一切的欲思黑暗。这个大家都懂啊，受生清净，不怕受生都是化现的，化现的，具足菩萨的自在神力，我们是入胎出胎很苦，菩萨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一般的，是化现的。化现的，他住在母胎的时候，他神识还在各地方十方法界说法呢，无穷无尽的神云，所以他清净自在。听字眷属清净，在因地当中，咱们现在做个道友，我们这好几百人，甚至其中有一位大菩萨成佛了，成道像观音文殊十地以上的菩萨，十一地菩萨，那么都是他的眷属，都是共同修道的，当然都是清净了。每逢每一位菩萨的他的行动都带着无量眷属，果报清净，成佛了还不清净啊？说一切业障消除了，祸业苦的三障没有了，苦报、祸障、祸报、业报都没有了。什么报呢？功德报，福至两诸尊啊，大愿清净。咱们发愿，发大愿，
不管咱们现在是处于屋檐